第23题，干冰升华时有关于二氧化碳分子的改变，下列何者正确？ B 选项，这是一个化学变化，是错的。这是一个三态变化，由所谓的固体呢变成气体，三态变化是物理变化，所以 B 选项是错的。 C 选项，升华后二氧化碳分子变为氧和碳的原子，这也是错的。这只是三态变化，我们的分子会保持不变，还是原来的情况，原来的组成，原来的组成原子的种类、数目跟排列方式，所以呢，它并没有变成氧和碳的原子。主选项说升华后二氧化碳分子堆积的更为紧密，这是错的。我们知道气体就会变成一个一个单独的分子，到处跑来跑去，因此它没有固定的体积，也没有固定的形状。我们看到它没有固定体积、固定形状的时候，就知道它会变得更为松散，更加的扩大。所以呢，主选项是错的。那么我们只剩下 A 选项，这是一个吸热反应，是对的。因为呢，这是一个从固体呢变成气体，就像是从所谓的液体变成气体一样，它是需要吸热的。所以第23题的我们答案选 A， 干冰升华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吸热的变化。